志熙曾经有吃过他一次醋，怎么说？因为泡泡枪，我跟雨杰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亲热，我就跟雨杰说，我们就放开来，我们来真的。对，吻戏，吻戏来真的，其他什么？你打开有什么吃过？你是在惊讶被创伤？不是啊，来真的是怎样？真的要嘴对，因为伸舌头之类的，没有伸舌头，但嘴巴有对嘴巴。而且我们是，我们用我们的手。哎呦，代表我们的行为。哎呦，比如说我们亲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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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，我就说我的手，我说你的手是这样，这是雨杰的手，我就说我的手会这样子。哎呦，过去，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要进去了，我会这样子。啊，变紧扣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特写手哦。哦，你就是有要欲拒还迎这样，然后最后你就是啊，我也接受你了。哦哦，然后因为拍完那场戏之后，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哇，这个意境太棒了。对，我就很兴奋的回去跟志熙讲，还有侧录给他看。哇，看完之后他不讲话。哇。到睡觉前，你躺我旁边的，突然跟我讲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给我看那个？你觉得你跟我讲那个，我很开心吗？”有答以上，恋人未满，男女之间真的有纯友谊、走开！哎、我们是纯友谊，你叫我走开干嘛？我其实一半一半，你卖搞到功力五呢？我五啊，五下。你有纯友谊？我有纯友谊，而且我在结婚前，我的女生朋友可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，但结婚后就真的只有纯友谊。你看这句话就有漏洞了，我单身当然有无限发展可能啊。对啊，所以呢，这个后来变纯友谊的人其实本来也是有发展的可能，所以这就有一点危险。那我们今天就好好来把这个界限给划分清楚。没错没错，我今天就是要踢爆他。踢爆他，今天应该跟我有很大的关系。对，快进来。啊，小心小心啊啊，看到这两位安诺安诺，他们两位真的是我很好很好的闺蜜，也你在急什么？你在急什么？你在害怕什么？你谈得起？你某今嘛是我的早嫁，我今天你一定要替我女儿讨回一个公道。你搞讲你的纯友谊，大家哦，先把酒拢看好清楚。我甲就是真正是纯友谊啊！这你彩虹万岁，官员成家，说我们不能有非纯友谊，可以吗？对啊，不可以。讨厌，我们今天公开好不好？你们有感觉到哈、哦？阿强很紧张，我没有紧张，啊、一直不愿意让我提这在座的两位女生，啊、好不好？对，这两个叫水，伊波咧把酒吹没。我跟你讲，他又是真的对他们两个没有感觉，他就真的无能。哎呦，摩摩柯林嘛，对不对？尤其里面还有一个是他让他受惊最多次的，真的。惊哪个惊要写？这个我不知道，都是嗡，但是惊是不同，一个是惊吓的惊，一个是精神的惊。我只知道这个受惊都会叫，不见得，不见得，他叫的可厉害了，太厉害了。所以呢，我要先找这个叫的很厉害的，好好来讲一下。她是怎么认识她这个所谓的纯友谊的闺蜜，好不好？对，我跟陈生祥已经当过三辈子的，你看吧，你哇，三辈子啊，哇，你是公怕姨，对，怕姨，怕姨，对。然后那时候第一次跟她认识，我觉得啊，这个人真的，我们在对戏就非常，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。然后我们也私下聊好多，从可能工作讲戏讲到感情什么，然后我们都会好像都带另一班就是一起认识，所以就变成说我们真的就是纯友谊，然后我们是连出去都会跟志熙啊，我们可以四个人一起。志熙曾经有吃过他一次醋，怎么说？因为泡泡枪，我跟雨杰就是我们的第一次亲热，我就跟雨杰说，我们就放开来，我们来真的。对，吻戏，吻戏来真的，其他什么？你打开有什么吃过？你是在惊讶被创伤？不是啊，来真的是怎样？真的要嘴对，因为伸舌头之类的，没有伸舌头，但嘴巴有对嘴巴。而且我们是，我们用我们的手。哎呦，代表我们的行为。哎呦，比如说我们亲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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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，我就说我的手，我说你的手是这样，这是雨杰的手，我就说我的手会这样子。哎呦，过去，然后我就跟你讲说我要进去了，我会这样子。啊，变紧扣对不对？对，那时候特写手哦。哦，你就是有要欲拒还迎这样，然后最后你就是啊、哦，我也接受你了。哦哦，然后因为拍完那场戏之后，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哇，这个意境太棒了。对，我就很兴奋的回去跟志熙讲，还有侧录给他看。哇，看完之后他不讲话。哇。到睡觉前，你躺我旁边的，突然跟我讲说：“你为什么要给我看那个？你觉得你跟我讲那个，我很开心吗？”哇！吃醋了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那些动作跟他老婆也有这样做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就这样滑进来，然后我就进去了，然后你就在默契。对，
他感觉到你对他是跟感觉到你对老婆是感觉是一样的，心里会有点吃味了啦。对，其实我觉得我有点懂，就是像我也跟我男朋友说，哎，你一定要看那一场 ，baby， 你要看这场，真的，我就一般亲戚很尴尬。看了之后，他说，其实你有想过吗？其实这种戏，其他的我们看就好了，我看可以，但是这种亲热戏，你以后还是少给我看。我说，哦 ，OK， 那我懂了。其实不是还是，但看了还是就是因为我把他当。真的是单纯的好朋友，所以我敢分享这件事情。我如果跟他我觉得有鬼的话，我怎么敢让你看？但如果没有鬼，如果他是一个很丑的，就是平常以正常你的状态下你不会吃的女生，你会要这样演吗？我为了戏，我当然会啊。你还是会哈。啊，过关 OK。那我下次我们也要看情侣，我要试看。我不要，我会害羞。我那天有一场床戏，他跟那个耿豪哥。我就没有办法，你就他要反过来吃男生哦，肉食。然后他前一天晚上他就想说，啊，我昨天明天要拍新的戏，我明天拉他就很阿长，你台词再多给他，他都不会这样子。他那天突然就是，啊，我明天要拍新的戏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结果你知道他从头到尾，我看那个画面，他就是把头埋在耿豪哥这边这样子，然后耿豪哥的表情还要这样。然后画面就这样带开了，这样我跟你讲，我这个才叫纯友谊，因为我就是一直钻，一直钻，头一直钻，怎么样嘴巴都没有对上。但我们也是，也就有小孩啦，也就好啦。这个所以好，这个让你暂时过，对不对？雨杰这个过关了吧？对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熊，是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！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，生日快乐。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宪歌就在这里。